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正正，现在是早上9点，我今天起得有点晚，现在要开始去洗漱了。我已经洗漱完了，现在要化妆去开会。到不了，大家在想事情。好久没有和他们坐在一起了。我们现在在写表格，就是很多的表格，老师还在上面讲话。我们表格填完了，现在去吃饭。我们要开始吃饭啦！我们已经吃完饭，在寝室休息过，然后现在去班里继续开会了。我现在到教室里，然后今天上午是我们两个迟到，现在还是我们两个人迟到，大家都已经开始了。我们的班会已经开完了，然后班里空了，就在这里等寝室开门。我已经到寝室了，准备吃辣条。没有人喜欢吃辣条吗？辣条有点辣，但是有点油。这就是我今天晚上的晚餐。大家一定要好好吃饭，不要学我吃垃圾食品。大家拜拜。